刚才在路上看着世界上最大的飞机，叫安225。虽然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，不过还是挺高兴的。世界上就这么一架，飞的时候看了一眼，然后落地之后在地上，这个大尾巴不一样，这个那样的飞机。401上是吧，好多人在那儿拍、啊、还是看在看、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新鞋，是是 Costco 买的。 Costco 买的是 Costco 吧，嗯， Costco 还高帮的呢、嗯 break in 一下。Working form， 它之所以叫 working form， 是因为它这个叶子长出来很长很长，然后它在这儿可以扎下去，扎出一个根儿、嗯，然后就从这儿又生出一个了。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，它又生出一个了，然后再接着往下走、嗯，这就是 working，、嗯、一步一步的越走越长，会走路的，嗯。植物就可以从这儿走到这儿、再往下走，这最后走的整个石头上就全是了，看这一大片、